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游历江南时写下的一首著名诗作，后人往往根据这首诗作推导研究南朝寺院的数量和规模。时至今日，虽然人们依然无法认定杜牧所言的四百八十寺究竟是一个虚数的比喻还是实际数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南朝佛教的兴盛的确是以建造寺庙的形式来体现出来的。因此在南朝的故都南京城内外，至今还矗立着许多古老的寺院，其中既有江南佛教三论宗的发祥地栖霞寺，法眼宗的祖庭清凉寺，也有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曾经到访的长芦寺、定山寺。在众多的古刹中，还有一座寺院尤其引人注目，它被称作是南朝第一寺，它的名字每每与帝王相连。关于它的历史前身也存在着不一样的说法，这座被历史的真实与传说的虚幻相互交织掩映的寺庙，就是南京的鸡鸣寺。南京鸡鸣寺又称古鸡鸣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鸡笼山东麓，自古有南朝第一寺之誉。鸡鸣寺坐落于鸡笼山之上，北临玄武湖，南面正对南朝的宫城排城遗址，是一处集山水林寺于一体的清幽之所。今天这座千年古刹仍然保持着南面开有一门直通台城北门的格局，相传这样的设计正是来自一位帝王的授意，他便是梁武帝萧衍。公元502年，萧衍登上帝位，建立南朝梁，开始了此后48年的统治。当国力呈现上升势头之后，梁武帝萧衍却渐渐变得好大喜功，猜忌多疑。与此同时，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萧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近乎苦行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年号为普通。第二年，为了拜佛参禅的方便，梁武帝下令在皇城的北边山路之上修建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历史记载，同泰寺规模宏大，整个寺院以皇家规制而建，金碧辉煌，无愧于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美誉。同泰寺建好之后，梁武帝先后四次在这里舍身出家，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第一位和尚皇帝。然而萧衍几次入寺出家，精心研究佛教理论，却再没有精力管理朝政。他一手创建的梁朝在历经了极度辉煌之后慢慢走向衰落。公元548年，一个名叫侯景的将领起兵谋反，侯景之乱爆发。第二年，都城陷落于叛军之手，萧衍也落入了侯景手中，被囚禁在台城之中。他饥寒交迫，最终饿死在台城，而他一手打造的同泰寺也毁于战火之中。相传同泰寺化为一片白地之后，后人在这片遗址之上重新修建起一座寺院。历史与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座重修的寺院正是鸡鸣寺的前身，因此鸡鸣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同泰寺。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鸡鸣寺的前身并非同泰寺，而是始建于三国时代的
另一座寺庙。据一些史料记载，早在三国孙吴时期，现在鸡鸣寺所在的地方就已经建起一所寺庙，名为鸡玄寺，因为鸡笼山的北面有鸡玄堂而得名。孙吴时期，人们在此开拓了南北向的朝沟，南接城北渠运毒，经鸡玄寺门前，北通玄武湖。此沟的南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仍然存在。研究者由此推论，如果鸡玄寺确实是鸡鸣寺的前身，那么鸡鸣寺的历史就可向前延伸300年。直到今天，鸡鸣寺的前身究竟是同泰寺还是七玄寺仍然没有定论，但是这并不影响历史故事以此地为源头的演绎。今天的鸡鸣寺内有一副对联：鸡笼山下弟子台城，镇旗景阳楼故址，玄武湖边焉知古井，依然同泰寺旧观。不仅说明了鸡鸣寺的地理方位，更囊括了这座古寺的前世今生和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侯景之乱后，元气大伤的梁朝很快被陈朝取代，而陈朝这个同样短命的王朝也在鸡鸣寺留下了他的印记。鸡鸣寺东侧有一口水井，名为胭脂井，它的出名正是与陈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叔宝有关。公元589年，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统一北方后发兵伐陈，陈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叔宝苟安江南，自是长江天堑可守，依然沉湎于酒色，直到台城隋军被攻破，陈叔宝才如梦初醒，慌忙携宠妃张丽华和孔贵妃隐匿于枯井中。据传之后，当帝妃三人被隋兵发现，从井中吊上来时，粉面带目的嫔妃涕泪俱下，胭脂沾满井石栏，所以这口井就被后人称为胭脂井。在南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鸡笼山上的寺庙规模渐微，早已不见了昔日的辉煌。直到明代初年，这里只有一座小小的普济禅师庙。然而就在大明王朝建立近20年后的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看中了这块宝地，拆去旧屋，扩大规模，重建寺院。因为位于鸡笼山上，所以朱元璋将这所寺院命名为鸡鸣寺，取的是晨兴勤苦之意。此后鸡鸣春晓也成为南京城的一处著名景观。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探寻中外文明遗迹，领悟古今文化精髓，精彩尽在文化大百科。妙笔可以生花，可以画像，更可以描绘美人。他的一支画笔留住了千余年前的容颜，道尽了美人们的寂寥之情。他的一支画笔成就了一派格局，更确立了一番新的审美情趣。敬请收看。